今天来这干么子？今天来这里来捡漏。捡漏？嗯。捡么子漏？啊，捡漏。我还以为你今天过来看那哈儿看打比赛耶。哪里有比赛啊？那就打篮球比赛耶。哪里啊？那边体育馆呢。哦，晓不得。有点时间就出来捡点漏。这捡漏你现在什么意思啊？别人不要的，拿走呗。别人不要的，不是别人不要的，是别人低价出售的东西，比如说原价一万，他来个半价出售，这种就叫捡漏，啊，或者是说还更便宜，这就叫捡漏，是不是啊？你要捡什么漏啊？这里不有 KTV 吗？这就 KTV 关门大吉了嘛，那所有东西都要处理，像音响啊、功放啊，还有里面的餐桌啊。桌子嘛，就是还有沙发这些啊，他要处理嘛，那就便宜噻。我觉得捡捡漏嘛，到时候不是准备，新房子修好了，楼上搞个，小型的那种家庭式的那种 KTV 是吧？哦，这个不便宜吗？对对对。所以来这里捡捡漏啊。不知道那里面的服务员能不能半价出售给我们呢？天哪！你是两句话三句话离不开这个女朋友啊，好像你是啊？什么女朋友？女朋友？你看啊，他里面上班3000块钱一个月，什么不是都打半价吗？半价1500拖过去给我们喂鸡。好吧，等会儿去问一下，问一下老板有服务员能不能半价，可以问一下的。你这个人啥活都要干，不干就不行。你这个人还别说啊。脑子还挺灵光的。
响太小了，9000块钱，他说带这个灯一起，看看四个音响效果怎么样。这是一个环境的，又一个环境哈，哪里一个环境？是不是啊？哪个环境哈？哪个是啥东西啊？这是黄节子线。哦。